在今天，宫廷大剧独孤皇后终于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下宣布定档了，将于2月11日迎来首播，官方播放平台为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优酷。独孤皇后是由陈乔恩、陈晓、戚继、海璐领衔主演的，几位主演不论是颜值还是演技都十分在线。独孤皇后主要讲述了独孤伽罗与隋文帝杨坚夫妻比肩开辟乱世，创下了一夫一妻制度的先河和享誉后世的开皇之治的传奇故事。你们期待这部剧的播出吗？